欧罗帕岛也有彩蛋吗？隐藏地点你知道在哪里吗？Hello，各位，欢迎来到乖儿子游戏频道。今天的开头比较特别，没有错，就是来带各位参观这个隐藏工厂、神秘工厂都可以，反正就是一个在地图上没有显示出来的建筑物，好不好？那我就马上带各位到现场喽，Go！OK，我的各位观众没有错，我们现在 OK，我们现在直接到了这个拍摄现场。我是记者乖儿子，没有错，我是一名记者，狗头记者，好不好？绷个绷带，我刚刚经过了一番波折啊，数名敌人的攻击啊，终于来到了这个非常神秘的工厂。这个地方啊，我跟各位说在哪里，好吧？在卡西尼一厂的左边一点点，差不多这个点，没有错，没有任何的房子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就是一个平原。看似个平原，好不好？看似个平原啊，但其实不是。这边有一个巨高的电塔，巨高，非常巨高。然后到了这个电塔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神秘之仓库了，真的牛逼！这个仓库我能说是台风所形成的仓库啊，废弃的仓库。为什么呢？里面的东西啊都是非常的乱，感觉就是整个就是被动过啊，就被吹过。你看，哇哦，这边很乱很乱。而且里面的内部设计啊，跟平常这种仓库也是不太一样的。你可以看到这种凸出来的箱子啊，都没有堆放着这么高。然后还有这些木板，这个遮蔽物。OK， 然后我旁边有一个敌人啊，在那边吵闹，我有点不太行了。OK， 不太行了，我来清除他一下。OK， 我们结束了敌人的吵闹之后呢，我们马上继续介绍我们这个仓库，里面非常多仓库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里面呢、啊、也会刷枪，也会刷枪哦。还有防弹衣，就是其实它虽然很穷，但是也会刷东西，就对了。OK， 然后我们到达外面，外面我觉得就没什么好要介绍的了，反正就一些很乱的东西，很杂乱的东西都在这里。然后外面还有个小帐篷吧。主要要介绍这里的原因呢，就是这里算是一个很我觉得很神秘的、很特别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没有在地图上显示嘛。哦，我相信也有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来过了，但你并不知道这里其实是一个没有显示的地方。OK， 没有显示的地方。好，那我就到时候差不多带各位看完了。最后呢，如果你对这个彩蛋啊有特别新的，或者是你有发现新的彩蛋，都欢迎留言，我都会看过的。那么后半段十六杀精彩实战，儿子真的疯了，希望各位看得愉快。那对面那个四个点是怎么回事？另外一组，一组的吧，感觉就一组的。那么团结的，团结力量大。哎，二楼，看到了这边。加油！在哪里？外面的死了。没看到。那里，那个花店那里。我刚花店一只。看到了。好。他脚踏车。打一只。上面一只。OK， 好。后面了。打两只。为什么有人扔雷的声音啊？你们该有扔雷的。那我丢了。那你倒一只哦，还有一只，屋顶上哦。这个不是这个，屋顶上也有，屋顶上剩哪一只三楼的？我靠！为什么他打到我车后面？快 ！Nice。不对啊，他那个。欸，打得到，看得到你的脚。欸，我缺个握把，那边有人。在前面哦，前。给你。好，谢谢。这边有人。这边一根。我们这边有两三只哦，那一栋黄洞，压过去吧我们。欸，有一只出来了，明君。卡比这栋还有，我塞两个，炸到一下，
哪一只岛？上面，上面还有一只。哇！没钩。炸到这边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嗯。Q 一下。好，这边倒。OK。正上。那这里还有一只。过去拿了。真是。他死了。他直接这样拿还是怎样？他不知道他自己身高多少了。赢在上面。靠背，我看不到哎、欸。刚好看不到是上面。对，我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圆顶，圆顶，圆顶。大的圆顶吧。对啊，看不到。大圆顶顶。他应该在这个上面的，对，躲在里面，他躲在里面，没有没有，他不是在上面，他在那个走道那边。下去了，外面吗？我在下面，出去了，在下面。无敌耶！不要！我想玩一下他的车。拍谁？拍谁？丢个闪光弹。对啊，那么机车，丢个闪光弹扔他刚好而已。啊，上面的到底在观战什么意思的啦？哎、欸，上面还有人呢、啊。有。我架着你拉，我架着。啊，我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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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没事，小赖我们走了，小赖我们直接走，我们直接走，直接走。这组都比阴的、欸。应该防区了。靠，那两个屋顶，好一只。他两个，一枪，补不掉。躲回去了，躲回去，躲回去了。他们在看下面哦，他们刚刚。可是我们左边应该也会进来一组才对啊。对，应该拉起来，没关系，他没投。拉起来，拉起来。还有一只，还在拉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靠，不同。卡比，这里好像有。大闪，这个死了，小赖那个死了。这里还有一只。这里还有。啊！我靠，这个。开枪。想要爆，那边有奖，对，这边在哪？看到了，这边两颗。我觉得那个上面应该有，上面没看到人，但这边两个地方有雷鸣阵起来。嗯，我想拿。倒一只。你丢掉吧，我已经摸心了。倒一只喽，在那个嗯绿标，这里一只过去。一枪，好、哦，这个狙整个回来了。加油站有侦察车哎、欸，这台车要先抢起来吗？过去拉了，过来过来吧，欸、直接压过来。房间有人，出手了。欸、可以过来，可以过来，可以过来。欸、左边倒，左边倒，岩石，左边岩石，被偷掉了，被偷。对，右边再打左边，嗯，然后小房间倒一个。小房间倒一个，应该不会拉人，我觉得。这里，然后这里一只。一枪。走走走。你要不要摸星？你要不要摸星？你说我吗？对啊，好啊，我摸星，我扔了，狙破，子弹要吗？48。好，乖子，你在什么？762。没有，那 N200，没子弹，还有狙小弹，要不要？雷七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雷七给你好，拿摸星。他在石头上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凹槽凹槽凹槽，还在凹槽。石头上也有，石头上也有，看到了。杀到一下。
炸倒一个，凹槽的好像死了，压他们，压他们，一个倒了，下面一个推了，剩下一只，我打下面的，我打下面的，嗯，剩下一只卡比。全是，我在放炸，哎，我在放炸，我被炸到，完了完了，倒一个，吃一个，倒两个，剩这里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准确位置，刚后面刚后面刚后面，他躲在那个石头队伍。我那个狙击，哇，我还没开镜哎！我操！小朋友呢？然后我刚刚还有一把，我还有那个铁苗，哎，两把，我直接把那个小乌直接秒死。哎呀！一阵那件很扯啊！哎呀！我是谁？年底是谁都不知道，那么可怜。靠！玩游戏玩到死字。啊啊、我叫乖儿子哎、欸，我露出去 很多次，然后他就没了。Both hands in that Bible, bitch. I'm next in line for that title. When nigga had nothing to do, I was idle. I was in the studio with Tiger. No, but.